潜水受欢迎的地方在，你可以在许多各有特色的不同环境中享受潜水的乐趣。除了珊瑚礁和温带海洋，在湖泊、水库、泉水、积水的露天矿场、河流和人工潜点等处潜水也很常见。在这所有地方，有六种环境情况会影响潜水活动，而影响方式和程度取决于环境。在大多数环境中，温度会随季节而改变，水往往形成温度分层，潜得越深就越冷。水温分层的深度取决于环境、季节和水的流动。重要的是要依你计划到达深度的温度选择潜水衣。能见度的范围可以从短短一公尺、几英尺到超过30公尺、100英尺。能见度通常被定义为能认出另一位潜水员的水平距离。就像空气中的沙尘暴，水中大量的悬浮粒子会降低能见度。水的流动、天气、浮游生物以及水体结构都可能导致悬浮粒子的出现，进而降低能见度。能见度并不一定代表会潜得不尽兴，看到什么比看得多远来得重要。但是低能见度会使得与潜伴保持在一起变得困难，所以要紧邻潜伴，从容潜水并彼此照应。低能见度下导航通常需要花更多精神，而且在下潜和上升时更容易迷失方向。如先前所学，沿着水底或绳索下潜或上升是最简单的方法，尤其在低能见度下更是如此。不过在没有参考物的时候，可以用潜水电脑表查看深度。如果能见度差到让潜水不有趣了，通常最好是不要潜水或终止已开始的潜水。清澈的水也会导致失去方向感。再次强调，找到参考物会有帮助。即使你觉得可以看到前半，但有可能已经距离太远，记得一起行动。有两种水的流动会影响潜水，就是波浪和水流。本单元稍后会介绍波浪如何影响潜水。水流会影响潜水，除非遇到非常微弱的水流。你无法逆流而游，所以要使用适当的技巧。通常水面的水流最强，水底附近的水流最弱。计划潜水要避免长时间在水面游泳。开始潜水时要逆着温和的水流游泳，掉头时水流才会带你回到出水点，而不是推你远离。除了非常微弱的水流以外，不要逆流而游，尤其是在水面上，这么做可能会让你精疲力竭。视情况而定，你可以穿越水流游到岸边，拉住潜水船尾的绳索或游出水流。船潜时如果因为水流而无法到达船边，要保持冷静，与潜伴待在一起，将 BCD 充气，使用信号装置通知潜水船来接你。放流潜水让你随水流浮动，帮助你应对有水流的情况。在随时有强劲海流的地方，这是一种令人放松的潜水方式。你可以在佩蒂放流潜水员课程中学到这个技巧。水底结构可分为淤泥、泥、沙、岩石、珊瑚和植物。大多潜点的水底结构类型都超过一种。不论哪种类型，都要尽可能避免接触水底，搅动水底物质而降低能见度。这么做也有助于避免被割伤、刺伤或伤害水中生物。保持中性浮力，固定好装备，在水底上方一段距离的地方潜水。如果必须接触水底，选择一个没有敏感生物和危险的位置轻触，最好只用蛙鞋尖碰触就好。当接近水底时，注意手脚放置的地方。岸潜时涉水进出水中，无可避免会接触水底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穿上潜水靴，以减少被岩石割伤或踩到水中动物被刺伤的风险。涉水到够深的地方就开始游泳。阳光会影响水下的光亮，但也会导致晒伤。晒伤也许是最常见的潜水员伤害，但很容易避免。使用防晒油并尽可能待在阴凉处，
穿上衣服防晒，并记住即使是阴天也还是会晒伤。反复长时间暴露在明亮的阳光下可能会伤害眼睛，所以要使用品质良好的太阳眼镜来防护。在淡水和海水中潜水都很棒，这两种环境你的技能都适用，但会有少许不同。淡水密度较小，而不需要那么多配重，所以从海水转换至淡水环境潜水时，记得调整成适当的配重，反之亦然。海洋环境往往有较多水中生物和较多类型的水流运动，如海浪、海流和潮汐。当你在休闲潜水可及的深度范围内潜到更深处时，淡水环境较可能会有易受扰动的水底结构以及明显的冷水层。身为潜水员，你需要具备评估潜水情况的能力，向教练和其他潜水员学习，加上自身经验的累积，你会知道如何根据天气、季节、水的动态、水的外观、线上报道、其他潜水员的回报和在相似潜点的潜水经验来评估潜水情况。你的评估包括决定是否潜水，如果有顾虑，尽可能获取关于如何处理这些顾虑的资讯。如果问题无法处理，就去别处潜水或改天再潜水。请记住，是你决定是否去潜水，你必须对自己的安全负责，所以只有你能做是否去潜水的最终决定。正如在第一单元讨论的，参加环境简介可帮助你了解如何处理某环境中独特的问题。你要学会评估情况并消除潜在的问题。参加环境简介可提升安全，也让潜水变得更有趣、有益和愉快。每个潜水员都有自己的能力极限，无论你是新手还是经验丰富，都不能超出能力极限。这表示不要超出你训练和经验的极限，也表示要待在让你舒适的极限范围内。这很重要，因为数据显示超出个人能力极限去潜水会导致事故和意外。这是因为某些形态的潜水其危险之处不明显，潜水员需要经过训练才能辨识和避免危险，可能会形成安全的假象。有时潜水员超越能力极限但没有意外发生，例如在没有适当的训练或装备下进入了一些沉船并成功离开，不幸的是这会鼓励再犯。然而当问题发生时，潜水员会完全没有应对问题的准备，焦虑会导致潜水员忽视潜在的问题。这发生在潜水员知道自己已超出能力极限，并且全神贯注在这上面，以致分散对其他问题的注意力。透过继续学习并逐步累积经验来拓展自己的能力极限，不要因同侪压力而去进行超越能力极限和舒适度的潜水。提出较保守的潜水建议，或与其他能力极限相当的潜伴一同潜水，这不仅是出于安全的更好选择，而且还能更为享受潜水，因为潜水时是满怀信心而不是充满担心。你在水下看到的独特生命是潜水特别的吸引力之一，也可能是你潜水的主要原因。大多数水中生物是迷人、美丽而无害的。潜水员与水中生物互动的方式是分为被动或主动。一般情况下，被动的互动是指不去干扰水中生物，缓慢而平顺的游泳，注意周围的海底世界。干扰越少，看见的就越多。主动的互动是指直接影响水中生物的动作。有些动作，例如触摸、移动或惊吓是有害的，应该尽量避免。少许主动的互动是合理的，但过多就可能有害，即使你并不是有意的，因此采取被动的互动就好。你看到的大多数动物都是无害的，但有少数能伤害你。从广义上讲，可以将它们分成会刺人以及会咬人的生物。会刺人的生物包括水母、火山狐及其近亲、狮子鱼和蝎子鱼等有刺的鱼、鲭鱼、海胆和锥形贝螺等。
咬人的则包括海鳗、鲨鱼、梭鱼、章鱼、龙虾和螃蟹等。大多数水中生物造成的伤害是自卫反应，起因于潜水员的粗心大意。尊重对待所有生物，可以大大降低受到水中生物伤害的风险。和水底保持距离，在环境允许下穿着潜水衣和手套，并小心放手脚的位置。不要触摸水生动物，特别是那些你不认识的。如果看到一只具有潜在侵略性的动物，例如大鲨鱼，要维持同一姿势并保持冷静，待在接近水底的地方，不要游向它，但要注意它的动态，它可能只是恰巧经过。但如果它显得太具侵略性或表现得太过好奇，冷静地沿着水底游向出水点并离开水中。大多数水中生物所造成的伤害程度是轻微的，但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。在所有情况下，根据需要优先提供呼吸，进行心肺复苏术及控制严重出血。针对显然受到严重伤害、出现严重反应或对治疗没有反应的状况进行急救，以及寻求紧急医疗照护。你可以在佩蒂救援潜水员课程及 EFR 紧急第一反应首要救护和次要救护课程中学到更多。当提到受到水中生物伤害，我们通常会想到动物，但大型河藻等植物也可能会有潜在危险，其中最主要的危险就是纠缠，所以要保持装备呈流线型，并避免植物生长浓密的区域。如果被缠住了，后退，但不要转身，转身会让整个人被缠绕，而使事情变得更糟。必要时，请前伴帮助你脱困。岸潜相当普遍，而且也是某些地方的唯一选择。和前伴一起评估潜水情况，并计划潜水以进行岸潜。一般来说，会穿上除了面镜、蛙鞋和呼吸管之外的所有装备，然后步行到水边，戴上面镜和呼吸管之后入水。可能会是涉水进出水，但在某些地方可以从码头用跨步式入水，然后用阶梯出水，或是使用阶梯进出水。如果选择从岸边涉水入水，注意可能会踩到的水底结构和有害或脆弱的水中生物，穿上足部保护可能是个明智选择。有一种常见的技巧是一直涉水到水深足够游泳的地方，然后穿上蛙鞋。根据潜点的不同，可能会先下潜，然后沿着水底游出去，或从水面上游出去，然后沿着浮绳下潜。一般来说，将这些动作反过来就是上升和出水的步骤。请记住，有些环境不能涉水，所以需要其他方法到达够深可游泳的地方。此外，计划潜水时，记得要保留足够的空气供回程出水时使用。有些潜点需要穿越轻微的碎浪才能入水，对一位新手潜水员来说，这意味着要从有高度大约及腰的海浪的缓坡海滩入水。了解水流动的原则，将有助你穿越轻微碎浪入水。波浪会在水深只比浪高稍微大一点的地方破碎，也就是形成碎浪，浪底被拖住，于是波浪翻覆，因此透过观察波浪破碎的位置可以得到水深的资讯。波浪会引起浪涌和回流。浪涌是当波浪漫过头顶时，造成人随之前后摇动的运动。主要需注意的是，不要被推向岩石或任何危险物体。当潜得更深之后，浪涌就消散了。回流是波浪破碎后，在接着而来的波浪下方倒流入海的水流。波浪越大，海滩越陡峭，回流就越强。主要需注意的是，回流会使你失去平衡，不过轻微碎浪的回流并不很强。波浪通常会以某个角度接近岸边，因而形成沿岸流。沿岸流平行于海岸线流动，而且往往会在潜水时推着你沿着海岸移动。你可以计划在潜水过程中逆流而游，或计划在下游某处出水。有时波浪打上岸会遇到障碍物，
阻碍海水从底部流回海中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水会通过一处狭窄的缺口流回海中，通过缺口后，水的流速会逐渐减缓，这称为激流。激流令人惊恐，因为会迅速将人带离岸边，而且太过强劲，无法逆流而游。大多数有关激流的事故都是因恐慌所造成，而不是水流所致。如果你陷入激流中，不要对抗它，将 BCD 充气，并以可持续的速度游泳横向穿越激流，直到脱离之后再游回岸上。有些地区可能有针对当地激流的提醒。从岸上吹来的风会推着表面的海水流向外海，这将引起涌升流，就是深处的水上升以递补表面的水。涌升流往往使潜水的能见度变好，但较为寒冷，所以可能需要更保暖的潜水衣。月球和太阳的重力拉扯海洋，造成轻微凸起的现象，加上地球自转就产生潮汐，也就是海平面的上升和下降。潮汐会产生水流，尤其是当潮汐流进或流出狭窄的地方时，潮汐还会影响水深，并能够改变能见度。潮汐的变化范围从显著到不易察觉，但很容易预测。一般来说，最适合潜水的时间是在涨潮时。你可以透过网络或使用应用程式找到当地的潮汐时间和潮高。如果潮水变化显著，向当地的潜水专业人士询问，以了解当地使用的技巧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通过轻微碎浪入水的技巧。首先观察海浪破碎的位置和模式，以便在波浪消失或最小时入水。穿着除了蛙鞋以外的全部装备入水，从调节器呼吸，并将 BCD 充气到正好足以漂浮的程度，与前半一起迅速涉水到较深的水中。当有波浪打来，像这样站稳，这样面镜或调节器就不会脱落。如果有使用浮具，将它拖在身后。到了水深可以游泳的地方，穿上蛙鞋从水面游出去。概念是尽快通过碎浪区。如果在下潜之前要在水面游一小段，就换成呼吸管以节省空气。潜水结束时，在碎浪区外停下来，观察波浪模式和周期，以抓住进入的时机。准备就绪后，换成调节器，并与前班一起在水面游向岸边。到了可以涉水的地方，将 BCD 泄气，让自己可以稳稳地站立和行走。注意海浪，脱掉蛙鞋，并迅速涉水上岸。当浪来时，以之前的方式站稳。如果绊倒，